由吴奇隆、雨田二、陈哲远、刘一彤、聂子浩等人主演，李丽英、刘晓峰担任总制片人，黄伟杰担任总导演，马燕担任总编辑。江苏稻草熊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神话新武侠剧集《蜀山战记二：踏火行歌》日前已在爱奇艺上线。在昨日播出的剧情中，迎来新生的蜀山苍虚分别让新晋弟子选择到了自己的武器，手拿武器的新生们也将开始自己的学武生涯，而赤魂石也首次在伏魔谷出现，威震四方。